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吼吼吼，定期检查的时候要到了，所以呢，我又来到了 VIP Barbershop。今天的主题就是越南辣妹洗头。这次呢，老板叫我赶快来，赶快来，我们有新的小姐姐等你。所以呢，强尼马上就呼应他的召唤，赶快来测试一下小姐姐的功夫怎么样。那大家就跟着我，赶快去体验新的小姐姐的辣妹洗头功夫如何吧。Let's go，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他们的包装有什么。来看一下，这里英文、中文、韩文，那就是很便宜啦。这是今天的新的小姐姐，就是老板说的吗 ？Hello， 很高哎，很像模特哎。你好，这个小姐姐啊，超腼腆，她真的是紧张到不行。我刚刚其实拍摄前呢，有安抚一下她的心情。深入啊，好嘞，我觉得把我的寒气都逼一逼，因为老实说呢，强尼又感冒了，所以呢，感冒来这里，每次按一按之后呢，我的身体好像都会变好。舒缓一下心情好不好 ？And not， 问 ，Hello， 问包六弟。哇，怎么越来越年轻啊？20岁而已。I'm allowed。怎样 ？Angle 反在这。遮狗，空狗，带骚。空特，她不喜欢男朋友哦，那大家真的要加油了。你看新的小姐姐，那身为老手的强尼呢，就是老师嘛，那呢真的就是很想要给她一点鼓励啊，信心啊，那她真的也是很认真哦。可以哦，哎，他手
部按摩很屌，哦，应该 ASMR 吧。会痛。洗头啦，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新的小姐姐的洗头功力如何。这个重量压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哎，我来问一下 ，Mbao New G， OK， 50空烧这都50公斤 ，and 高包 New， 我哦稍微哦160哎，在这里很高哦，这高这高。洗头弄得我心痒痒，好舒服。它不是单纯抓而已，它还有那种就是按摩啊、挠痒痒的那种爽感。
哇！那这个就是今天在 VIP 的体验，就是老板叫我来测试一下小姐姐的手艺如何哦。新来的小姐姐 ，Hello， 这位小姐姐呢，经过强尼老师的观察之后呢，她是手指活非常的灵活，就是说四肢啊，她都处理得非常好，就是那种关节有没有那种嘎嘎作响，所以呢，喜欢这类的朋友呢，都可以选择她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